啦，我转来啦。我问你咧，啊，你赚偌济钱？倒转来，一百个八十多，真够啦。但我买真欢喜，一口气付我十六啦。真正，但我买素材容易，真大颗，哪里十六斤的啊？啊，十六斤，拄只我该花用咯。我才跟你讲，你今日去等我买出来，那也咧拖拖磨磨，这个真久的时间。你讲这十六斤你该花掉。你用你都真欠的啦，有时这钱你家浪费掉，一定有一个原因。你倒是讲我明白啊，对不对啊？我若讲出，你袂给我生气啦吼。你无讲你也知我会生气。上次咱隔壁迄个渔夫大哥，你唔知讲伊人好无，常常冤家啦。人讲无冤无家，不幸夫妻，要过点咪就好啊。啊，今仔日哦，落到海滩去掠鱼，要让知影去掠了一只相思鱼，互伊感觉真失望。啊，今日某囝对伊袂谅解。本来要甲再相思我，我吓死伊个了。但别讲嘛，我家有人性啊，所以我有通来看相思。伊了解我，亲像一个流泪共款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我知影讲伊个心痛，伊知影讲伊要互人来改变生命，所以我想讲要来帮忙。啊，我拄仔注重即十六年来买一只相思啦，吞吞吐吐，也毋是做歹代。你敢有真正这惊我？我不是惊你，这十六年得来不易，你为着这个家庭，你看卖啊，这活得真好过，是安尼生这么辛苦，好不了有这笔的钱，对咱来讲真大的改善。啊，我来开去，你敢讲我袂唔敢？唔敢哦，讲话是骗啦，因为是我善家，用我支持你啊，因为你俩就是有爱心。像素嘞，算来嘛是一条小生命啊！你家看，可是嘛安尼是，我将伊拍死，互你看到到底嘛是受不了。昨日为快乐之本，叫一只像素嘛共款啊！你家放生，这是做好代，我袂甲你责怪。咱若有钱食较好，无钱食较歹。到钱食，会当娶到你，可是是我的福气。伊安尼处处替我失手，我做任何一个决定，你拢给我尊重。我吼感觉讲吼，你后尾就要想尽办法，我家己有这个签字来对应我这个好娘子，这个你对我失望。你常来做善事，我相信吼，幸运你今年你不管啊。啊，记得嘞，今日无做牛筋啊，真歹势哦，白糜配菜脯，安尼真食会饱，我嘛感觉食苦，拢都是食饱。我甲见怪哈，安尼就讲吼，甘之如饴咯。无加菜啊哈，无加菜啊，我见老天爷我是无边，就讲咱好差一个上盖好的青菜，真正。我来我是你心目中的青菜，你知我是倒一项？你哦，倒一下你甲我考验啦。我听到哦，厝边咧讲嘛，真正，咱两个人阿妈无西听话，迄厝边拢真爱偷听。咱来内底讲，莫互人听见。Bye.
Thank you.
村里，不要怪村里，到底我有主他挂相。你是我里的古的麒麟，见过干爹殿哦，大胆的麒麟，也当出手了。你我今日变成一名人，应该爱好我珍惜自己的方言。为何大胆来到琉璃镜？你是要自吹灭亡吗？那个姓方，像这个田猪农，听你听我解释，如今来到什么庄，要住一波盆，一来二去，为了要来报恩，那是心满山，该就依我，我这当有名存在，你若是无，我必定在海中好再来修炼啊。怎么伤害他人意思？如今我要报恩，这来到此地，要做放火盆，是因为我的因公，伊的生活伊就相当，使我同情，为了要报恩，我才立此志，就希望咱个先锋，伊手水野悬，会当将一火盆赏赐予我，改善因公伊的生活。你做人怎敌我大伯？当然你是秀慧。了解低温主义，希望咱报答你的恩人，也不是恩人，是天上之物，怎可流落民间呢？看你苦口婆心在咧要求，我可以自重是恩人，所属于你，和你大到凡间，帮助你运功心满山。感谢咱吉神哦！我讲，未做出了是恩人这边。感谢咱吉祥王，报恩节。